好，谢谢。我这里就进来，来现场接话，对不对？
来，
燕花，主线官家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演。中选会对军规划开发甲这组型，喜来中度的领主意献花，菜献花，山献花，热心加秀艳。内阁主席官家分林馆长张瑞贤主演，中原时刻正当时，时刻吉时有，但谢福禄主友敬阿门义献歌，爱献歌，感献歌，热心加秀艳。太监兵代表主演官家的姚雄定好三年柯志和主演，热心昆建平代表江燕代表的代表是方立台台有的温恒台度相将军李献波，太献波，江献波，热心家秀演。全体一致，在中央各省各级代表将万众开山马祖天上金庙开文武护法一切情谊，本境盛风本，本境福德行孝修礼，只求会当运用至多由正事以为国为民，积会大政，国人民一切拢利，平安平白有兵救民，二万二二不过，文化好一条筋，人家要听公道汉调，一刻秀，二刻秀，三刻秀，李晨，掌声鼓励。我们中选立法院长在这里致辞。好，台上致辞，好，感谢。我来专程来看你呢。啊，你记忙，记忙。好好，排水哦。院长，我们现在。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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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咱未了乡亲父老兄弟，一个上届认真拍拼，咱的县长张丽仙强力推荐咱的乡长上届好人选，也就是咱的乡长候选人登记第四号的柯志豪。今麦要邀请这位咱的张丽仙县长，由我们来代表着咱的乡长候选人登记第四号柯志豪，来向着咱未了乡亲时代来甲你恳求、甲拜托，互相欢迎咱的县长张丽仙。来柯志豪所谓乡亲时代，大家阿妈大家好，我们的乡亲是非常大家的梦想。今仔日看到咱未了乡所谓乡亲时代，抱着咱的热情，要来支持柯志豪。上个重要，咱阁有一位啊，为咱立法院啊，请回来，嘛是咱家己军人的竞赛。咱的韩国瑜院长来到现场，我要掌声一下。包括咱张家俊委员、徐允珍委员、丁学忠委员，啊，搁咱地方啊，咱的这个议员吼，啊，林清议员、吴慧兰议员，啊，搁有咱的张清良总顾问，啊，以及啊，跟咱韩国瑜同款，为吼，把咱过来咱婚姻馆的人，哎，我们韩青山主席啊，哈，哎，啊，搁咱代理乡长，我们的邱良月哈，啊，咱代理乡长，啊，搁啊，带卡有姐姐，咱的代表村长。啊，所有咱的老人会的会长、理事长，啊，搁所有干部，大家阿妈，大家好。哦，今仔日足欢喜啦吼，因为啊，选举只剩最后一几天，啊，我伫遮呢非常兴奋。除了要甲大家啊报告讲啊，为什么未了乡这边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因为所有补选拢总是啊，因为立法委员当选，所以乡镇长爱补选，但是未了乡是因为贿选案。另一个当选无效，所以我伫这边拜托大家，咱莫阁重蹈覆辙，绝对予咱的选举风气会当净化，会当提升，绝对无要买票嘛，无要卖票，安尼好不好？好。这是我第一个呼吁，因为未了乡是全国第五少年的乡镇，甚至人口因为就业机会自然成长的一个乡镇，所以。咱是非常有潜力，嘛是非常有发展机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乡镇。你这乡镇未来要透过咱未了港口，连接国际，连接世界。所以未来未了乡是啊，非常啊，属于军人官会当带动的一个乡镇。你讲好不好？好，绝对是指日可待。甚至我要甲各位报告。敢若因为未了乡这几年来，我发现啦，咱工业欠欠款，住商用地也缺乏，所以这几年我已经逐步啊，咧将咱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有227公顷，包括咱北丰、北顶地区，啊，佫有一个176公顷的都市计划，包括因为要解决咱工业区的用地的问题，所以伫咱三省、佮咱桥头啊，吼，啊，佮咱啊四处。这个部分有355公顷的整个工业甲自商用地这个规划，包括咱13村，我阿哥啊，针对吼咱建筑线，留意到咱的农地，阿哥有针对每13村内底，阿哥有55公顷的这个规划，所以我阿哥的报告，我需要一个真真正正对咱吼乡亲有感情，对这片土地有负责任的乡长，就是四岁科技和你讲好吗？好。县政府所规划土地计划，才会当落实，甲咱乡公所来连接。所以我嘛甲各位报告，这边科技河啊，都天时地利人和啊。你我看讲，咱的未了乡乡长的选举，这么多年来，敢有亲像即卖地量？不仅是立法院有这么多立委站出来，包括县政府嘛站出来收听。所以。这是千载难逢，嘛是未了乡要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拜托大家，这边咱共同支持四号的柯志豪，大家讲好吗？好。4月13日是咱啊非常啊重要的日子，嘛是要投下咱未来子子孙孙会当在咱军人官的未了乡发展上届好的一场选举。
所以我伫遮拜托大家啦，一定爱啊，甲咱先手中这神圣的一票，投予四个科技股。所以我伫遮千言万语，总是拜托。那因为呢，后壁吼，咱的啊院长啊，要搁去甲好买啦吼，所以我卖讲伤侪啦吼，最主要。重要的时刻，拜托大家选好四个科技好好吗？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到咱的馆长张丽仙，代表着咱乡镇候选人登记第四号，咱的科技好，甲咱的乡亲时代来甲恁恳求甲拜托，感谢到咱的馆长张丽仙，今日推荐咱的科技好乡长，谢谢。今麦要邀请这位，也就是咱受着咱尊敬。咱拄只馆长讲，共阮过来是咱福林馆韩青山的大兄，咱的立法院长韩国瑜。院长好，院长好，院长好，好。谢谢，多谢，多谢，再感谢麦寮乡亲，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院长好。今日最主要，我们麦寮乡乡长的候选人许志豪。还有我们张立善县长、张家俊、徐宇珍、丁学忠、谢龙介立法委员，还有我们邱良月代理乡长、韩主席，各位所有麦寮乡各位桃郎、各位立丢、各位传丢、各位乡民，担任立法院院长到现在两个多月，从来没有助讲过，该胜跑几丢了，心里面。就来帮助我们许志豪助讲，现在突然觉得业务不熟啊，有点陌生感。每天主持议会啊，在立法院啊，是议事规则。给他来整咖哦，看到这么多乡民哦，热烈的眼神哦，对许志豪啊投出来的关心跟支持，国瑜非常感动。咱都要去妈祖拜拜，庙里面写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亲爱的麦寮乡亲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风调雨顺是老天爷妈祖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扣单感地。政府最大的官是总统啊，熊小孩官是村里长，乡长正好卡在中间，国不泰民不安，整个乡里面不安宁，那是乡长的责任。一个县不安宁，那是县长的工作。所以各位亲爱的麦寮乡所有的乡亲，我帮许志豪来助讲，我要特别拜托大家，许志豪当上乡长一过去从政，大家也就这么看到，做过代表会副主席，做过两届议员。许志豪讲得非常的清楚，麦寮乡未来要发展，一定各方面建设，包括交通，他提出浊水溪的快速道路，但是他一个乡长跟我扣脸，绝对不可能。他一定要拜托县政府，还有中央的立法委员，这是一条气，一条线是通的。我们去中医看病呢，要针灸啊，大家都怎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个乡长没有跟县政府、中央配合，你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所以许志豪说，未来要大力开发麦寮港。要加大力度，快速高速公路接国道一号，让麦寮的交通全部打开。今天张立善县长最优秀的熊姑啦熊帕比亚馆就来了，我们到了五位立法委员了。各位亲爱麦寮乡亲，这代表什么意思？这就代表许志豪做麦寮乡长，韩国瑜、张家俊、徐宇珍、丁学忠、谢龙介。全力做许志豪的后盾，帮助麦寮打拼，好吗？好。这是真重要，交通不通，没有办法发展。许志豪不光是重视交通，他对麦寮乡的教育，在他政见讲得非常的清楚。麦寮乡今麦是福林关第三个生活圈，一个到老，一个后背，一个人来北寮。30年前，我来福林。我们麦寮人口只有3万人，过了30年，我们麦寮人口已经冲到了5万人。各位乡亲啊，麦寮在蓬勃的发展，麦寮的未来
充满了希望跟光明。这个时候的乡长，在这个时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五位立委愿意做许志豪的后盾，来协助麦寮乡全力往前冲。张立山县长都要马嘎达报告，他在县政府也一定会帮麦寮乡来全力建设，包括他把麦寮乡、麦寮港口的发展面向亚洲、面向国际，改龙不可。所以一个乡镇有出息、有潜力、有发展，就像我们妈祖婆写这边写的“国泰民安”，乡里面要建设，亲爱的乡亲，要靠我们自己，我们要选对的人，做对的事，走对的路，这比什么都重要。对，还不如来家。身为云林家乡一份子，我希望未来云林可以大发展。你光看到张立善管到老百姓底下考，因为云林需要两脱：第一，要脱离贫穷；第二，云林一定要脱胎换骨。我们愿意协助张立善县长，也帮助麦寮乡。亲爱的乡亲，让我们一起来建设更美好的云林，让我们一起来冲刺麦寮的未来。我们支持许志豪，好不好？好！再一次拜托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许志豪，到帅！许志豪，到帅！何志豪，到帅！何志豪，到帅！集合，集合，何志豪，到帅！到帅！何志豪，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韩院长，非常感谢咱。咱的韩国瑜院长的金言玉语，咱共同跟咱的韩国瑜院长在四月十三支持一个会当跟咱点心干面包、干干包，咱的科技科顶级第四科许志豪、何志豪到帅，何志豪到帅，何志豪到帅，志豪志豪何志豪到帅到帅，何志豪，谢谢感谢，今麦邀请这位强力推荐。咱的张家军立委嘛强力推荐咱的柯志豪，即摆邀请到咱的张家军立委来代表着柯志豪，向着咱麦寮上届竞的乡亲时代，要来甲恁恳求甲拜托，热烈欢迎张家军立法委员。我们立法院的龙头，也是我们云林县的女婿，我们的韩国瑜院长。包括我们最认真、最努力的张立善县长，我们的丁学忠委员、徐宇珍委员，还有谢龙介委员，包括我们的林森议员，我们的邱乡长，后援会的蔡宗尼会长，许富发总干事，我们的吴慧兰议员，包括我们的许良先主任委员，韩青山主席，还有许多的我们麦寮乡站出来支持许志豪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各位好朋友，您有想要麦寮继续进步吗？有。您有想要麦寮继续发展吗？有。我相信讲，这就是一个上界重要、上界关键的时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最好的时机。假设你们支持许志豪，你们将会有立法院院长的支持，你们将会有立法院53席立委的支持，你们将会有最认真的县长张立善的支持。这样子好的时机，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把握？你们说对不对？各位报告，许志豪他问政非常的理性，他争取建设非常的认真，所以这样子一个好的人选真的要靠大家。今天开始只剩下最后几天，我们只靠他一个人会当选吗？我觉得有一点困难。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当许志豪的分身，都要开始为他来拉票、来推荐。我相信我们支持的不只是许志豪，还有麦寮乡的未来，你们说对不对？所以这个关键时刻，家军嘛，甲大家拜托，拜托，咱莫伫厝干那看电视，咱来开始看。
电话，咱来开始厝边隔壁小崔出来当票，小崔吼出来甲鼓吹讲哦，伊若有囝儿是说伫外地，咱嘛甲叫转来当票，因为太重要了，麦寮乡的发展也深切的影响了云林县的未来发展。我跟大家报告，张立善县长他虽然已经连任，但他把握每一天，他想要为云林县奠定未来20年、30年甚至100年的这样子的基础。就像我们韩院长所讲的，要带领我们云林县脱离贫穷，脱胎换骨，我们即将迎来高科技产业，未来麦寮乡包括有这个工商综合港、麦寮港，发展是潜力无穷。所以这个关键的时刻，最最需要大家一起出来支持许志豪，你们说好不好？好。我跟大家报告，2月1号，我们陪同韩院长一起就任，包括我们的徐玉珍委员，包括我们的丁学忠委员，在短短的2个月内，我们在这个张立善县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已经顺利的拿到了中科2级的用水同意函、用电同意函，还有用地同意函，代表着中科2级扩大已经是势在必行，未来不断的连结，包括保中，包括东势，一路连结到麦寮，我们云林县会有后发先至的优势。这样子好的机会，我们需要许志豪跟我们一起打拼，让我们云林县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年轻人可以返乡照顾父母亲，在这里养儿育女。拜托大家，拜托大家，许志豪共帅，许志豪共帅，许志豪共帅，志豪志豪志豪共帅共帅共帅。谢谢，非常感谢。今麦要邀请这位，也就是最近才受到咱海口咱的乡亲时代支持开钱栽培，顺利当选立委丁学忠。谢谢，感谢咱主持人，现场咱今仔的男主角，咱的柯志和乡长，以及咱的韩国瑜院长、咱嘉俊委员、宇珍委员，以及咱的好时代吼，咱社两届委员，以及我上钦佩的大姊，咱的张丽生馆长，永远的赵丽生的馆长。现场咱真侪咱议员先进，咱各位代表先进，咱各位船长，我都无一一称呼。各位时代，大家好，大家好。好。首先，阿忠一只先感谢咱各位时代。今年恁的选票，予国民党留下了最佳一人，唯一一席的立委，就是丁学忠。感谢大家。学忠过去较好咧来咧麦寮，自从参选立委了后，来到咱麦寮，发现麦寮和大西同款，嘛是一个海口所在。各位时代，大家拢非常淳朴，咱麦寮嘛是少年化。上多的一个乡镇，咱真侪少年囡仔，你是上班，有真侪少年囡仔，你甲我反映，咱未了欠缺啥物？咱未了欠缺的就是日托中心。咱要去上班，囡仔无地好行，咱爱心需要这个日托中心。咱有真侪时段，有的那行动较无方便，咱爱啥物？咱爱日照中心。咱真年轻化。一个乡镇，咱平常时咱的囡仔下课，咱许多人下班，咱需要带囡仔去倒，就是咱的共融游戏中心。我伫咱柯志和伊的政见内底，我看到遮的物件，伊拢总写咧政见内底。啊，我伫遮要甲咱各位许多报告，遮的物件就是校长5年前担任好的镇长第一次参选的政见。我嘛，甲遮个内容拢总写咧我个证件内底。这5年来，我受到咱张丽生馆长全力甲我支持，遮个证件全部拢总落实了。所以我伫遮要拜托咱各位时代，过去
学长的主管是只有张瑞生馆长。今仔咱柯志和的主管有遐多立委，加上咱上强的院长以及咱上强的馆长，所以一下这个，我相信绝对会当实现啦。我伫遮要拜托各位时段，我定定伫外口咧听讲，今仔有三千个。有五千个，出国的有七千个。迄天阮惠兰阿嫂咧讲，三千摕去买鸡肉，五千摕去买猪肉。啊，若无够，咱来电影收领50万，安尼好无？好。我相信咱各位乡亲，大家拢非常了解，即届选举谁上有资格好买票？即届选举谁是上大的一个企业家？不是到当伊选掉乡长了后，来夺得咱未了人用地自由，来圈着千几家的绿能专区，结果呢？结果呢？结果是家己公司在做。所以，我直接要拜托各位时代，咱未了是绝对爱向前行，咱未了是绝对爱进步，咱真济。闲置空间，咱馆长嘛讲，要经过这个市的强化，来增加较侪产业园区，增加较侪建地，予咱未了会当确实来发展。所以拜托各位时段，阮即马刚来咧等一个人，规台长，遮个人，阮的列车长就是张瑞生馆长，阮每一个民意代表，拢是这个幸福列车。的每一站的包车厢，即马刚才等一站了，要等科技和这站。这站若顺利结成条，咱未了绝对开始发展，安尼好无？感谢大家，拜托大家，剩五天的时间，全力推票，全力支持科技和，拜托大家，谢谢。咱的徐宇珍立法委员，由我们代表柯志和来跟民调乡亲时代恳求拜托，热烈欢迎徐宇珍，咱的立法委员。那里的最佳男主角，我们的许志豪，在座武兰的韩院长，以及我们最认真的张立善县长，还有张家俊委员、丁学忠委员，以及我们的谢荣介委员，还有所有的议员，阿够在座咱。科技和竞选团队以及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安安大家好。宇珍吼，昨透早七点半就来卖纸糊吼，行菜市啊。今日暗时阁来卖了广泛公司面卖科技糊，甲大家拜托，为着是啥物？就是为着咱卖了的发展，甲卖了的未来。今仔日咱国民党在地的四位立委，包括韩院长、张家俊、丁学忠跟我。在地四个立委拢总站出来，来支持柯志和，咱予柯志和顺利当选，大家讲好不好？好。那咱四个立委在地的支持四号的柯志和，咱的梁介生的边啊吼，大家有看到？梁介生代表的是阮国民党团54个立委，共同拢会来支持咱的柯志和，大家讲好不好？好。我相信台段不管是韩院长，咱的张县长讲到这嘴，未来咱的科技和要为我们的麦寮发展所做的愿景跟他的政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拢真唔忙，会当有一个好的咱的乡长来为咱拍拼。啊，当然我想在地吼，咱大家咱看到，咱阁存关键的四天，所以拜托大家，咱一天阁有四票来支持四号的科技和，大家讲好不好？好。咱卖了吼，有几落个细苦的出来参选对无？拜托大家认到真良民，爱选像阮这种苦吼，就是吃苦当作吃补的苦，大家讲好不好？爱选阮这种的认真打拼、搞做代志的苦，苦气好，大家讲好不好？拜托大家认到真良民，咱共同来支持四号的科技好。拜托各位，咱是不是共同过来给科技好来加油一下，好不好？来。许志豪，动算！许志豪，动算！志豪，志豪，志豪，动算，动算，动算！谢谢，谢谢，挥手。
常感谢，今麦邀请这位远道而来，嘛要来甲咱的柯志豪支持开心加油，咱的立法委员，咱的贾亮盖亮盖先，我想欢迎谢龙天。好酸的。你还搁伫个，我娘孙你也要去服务。来，我就点红底，咱的嘉良界良界先，远道而来，要来甲咱的柯志豪支持、牵绳、加油，犹原代表着咱的柯志豪，要向着咱未了强气时代，来甲恁恳求、甲拜托。来，掌声欢迎谢龙天立法委员。让我拍照。张维新啊，咱的议员，啊，搁咱代理店长吴秀仪，啊，搁咱的副委龙辉，咱的啊蔡富杰吼总干事，以及咱哦，咱哦即马新科的人吼，包括咱的林明义吼，啊，咱的即、這个啊前的主委吼，毛伫现场啦，那我搁拍破一个，谢谢。哦，好，啊，咱即马新科的助理委员，咱的陈明胜代表。欢迎哈、哦！啊，在我们的陈瑞雄主委以及我们呐 这个里长联谊会，也是我们农会的啊，这个常务监事哈、哦，那林坤全里长，那在场我上届敬重，上届听少哈，咱的家伙，所有乡亲时代，大家阿妈，大家好。啊，今仔日就难得啦哈，因为选举剩最后一几天尔。咱安怎请安怎请哦，拢要甲院长吼，请来到咱英雄宫拜拜哦，谢谢咱英雄
中啊，咱家最近家就过安州，啊去到吼，这么美轮美奂，这么庄严，这么啊严肃的一间庙宇吼，会使讲即嘛，我行行嘞吼，哇，无论啊上山落海看看，啊是英雄中去了上盖过，你讲对不对？对。哦，大家出钱出力啦吼，啊所以咱即嘛吼啊，你要拜拜之外，祈求吼，咱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乡亲士大拢受着立位正式的这个庇佑。拢会当平安健康无事故啦吼，啊，这是咱的祈求啦吼。啊，当然呢，这边的补选，我伫这嘛要感谢大家，因为呢，好稳定，非常的团结，所以啊，这会当吼，伫个正月十三打下一场非常容易的战争吼。哦，这个是啊，哦，我们丁学忠镇长吼，受着大家支持，这嘛高兴啊，去到立法院。大家看到最近立法院为李伟清一开始吼，哇，战力啊非常的强哦。在咱议会锻炼之下，咱现场无论张家俊委员、丁学忠委员、徐以真委员，因表现如何无？哦，无论是公牛收割，或者是啊咱的农民时代这观念，包括咱即嘛好买啊，好买尤其连菜庄啦。我要甲各位报告吼，咱连菜庄啊吼，哇要大发展啦吼，因为呢，整个好买的，在我的规划当中啊，恁啊吼，这两天啊，甲我选一个吼，会当跟我同心合力共同配合吼，啊大家啊，会当共同拍拼的镇长。我相信啦吼，好买镇公所甲文联馆政府，咱整个吼后壁这个任期啊，两年外，你就会当看到安怎。间隔好位的店铺哦，起码你也无看到，但是你即马看到，就是咱的114全国运动会的田径场，起码如火如荼，每年两位的完成，边毛溜冰场、毛极限运动场哦，所以你拢总看得到，包括呢，咱的消防啊高铁分队，包括警察局的高铁啊，而且分局，包括咱即马吼要做的这个环保大楼啦吼，包括呢，咱国会院高贵啊，就要上梁啊，可能年底嘛要好啊。后尾哦，咱整个台台分院的二期啊，应该真紧来来完成啊。佮包括咱这规划共生展，包括咱双语教学，真紧来要动工啊啦吼。所以我甲各位报告，这整个的难度啊。拢总拢要伫咱的后尾点吼来发展，来伫只生根吼。所以未来你渐渐看到，这两年外来，咱整个吼，咱的后尾点点区啊，高铁点点区一定会大发展的。所以大家，互我拜托一下，拜托这边后尾点点支持咱一号林家宏啊，好吗？好。甚至啊，各位大家拢知影。我即摆咧讲争取啊，即个台积电，对不对？哦，台积电吼，我伫即摆感谢吼，咱院长甲即个咱即三位议员，因为间隔啊，中部科学园区的扩大计划，湖北科学园区，咱即摆已经啊，出得啊，咱的土地同意书啦吼，甲阮啊，啊咱的丁学忠、甲咱徐宇珍，拢伫中央通力合作，因为以前啊。以前啊，两个立法委员吼，对我来讲是一个阻力，是一个阻力啦，是一个阻力。即卖咧看做阻力啦吼，啊安尼啊，咱就吼看到整个婚姻观的这发展吼，指日可待吼。所以呢，为咱后尾啊，这高铁中部科学园区一直延伸到我们宝庄啊，哦宝庄啊，这个所在用地啊，哎整个台糖的用地啊，拢总千几公顷。我相信这就是未来，咱要发挥发展啊！下世代高科技产业垂直整合所有的产业链，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伫这边拜托哈，拜托咱一定要甲他斗三讲一下哈，因为这个店长啊，哪尊公啊，会当合作好好合作，卖安做起来改叫改叫哈，啊安尼啊，真正无法度啊，做会规划咱未来这发展啦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等韩国瑜院长要去赶高铁。等于台北啊吼，所以我伫这呢千言万语，最后这个阶段拜托大家，甲咱家宏到邮票到购票，安尼好吗？好、哦，拜托拜托啦吼，这边给我拜托一下，我相信后边这两年外呢，我嘛袂平淡啦吼，啊，因为家宏呢，那顺利啊，当选。
伊后壁想要连任，伊嘛袂变多啦。所以我伫遮拜托大家，互我甲家宏吼，咱的县政府、咱的政工所，以及咱中央立法院啊，整个立法委员甲咱斗相共。我相信这是一个上佳发展好稳定的一个时机，发展好稳，发展咱婚姻上佳果的一个契机。拜托大家，好吗？好，谢谢，拜托拜托吼，谢谢。来，咱们团队可能拜托咱支持你搞好不好？来，咱只拢个行起来，咱就会顺人心，支持你林家宏，林家宏，哦，帅，林家宏，哦，帅，家宏，家宏，家宏，都帅，都帅，都帅，谢谢恭喜，来，好，来。咱的地方委员，我的林家良讲哦，那边我林家宏爱龙潭都算，阿良阿伯，林家宏都算，林家宏都算，林家宏都算，家宏家宏家宏都算都算都算，还有叫人别别。谢谢今日上主要、上重要的男主角林家宏、家宏兄，啊，张立善、张县长、徐宇珍、张家俊、丁学忠立法委员，啊，还有陈柱伟，各位议员、各位里长、各位最重要，咱后面顶的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好。院长好，院长好，院长好，谢谢。我甲大家报告，他在做李委啊，在台下咨询，现在做应调，看到下面立法委员各自发挥，我甲大家报告，我们云林县这次立法委员呢，真正是可圈可点。丁学忠，我看伊过来甲伊咨询，每一次都非常认真，头前有人伫遐咨询，伊都人就坐伫边啊，开始准备。为什么？因为唱名三次不到要被取消啊。丁学忠啊，每一次都很认真，打炮花条嘛，谢谢。再来张家俊嘛，一大早哦，九点不到他就先进来一场，然后看看以后啊，眼睛啊很锐利，看看前面在咨询，他后面就在准备。尤其打了一百拜个哦，博士论坛，一个委员有宝贵的三分钟。我们家俊是牺牲了睡眠，早上六点就起床赶到立法院去拼去拼。每一次咨询的重点都是担心云林县的未来。再来徐宇珍不用讲了，你们锻炼婚姻规则当啊，起码做不分区立委也是非常认真。大家帮这三位立委拍拍手吧，感谢谢谢。今年2024年龙年，把各位虎尾乡亲报告，虎尾镇长选举是最关键的时刻。都要管队啊，张立善讲得很清楚。前几天一点老马赛张县长跪在地上哭泣拜妈祖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他为了什么，为了云林县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贫穷，婚姻观什么时候才能够脱胎换骨，管掉一点老马赛。其实一个父母官县长镇长认真做，真的可以帮子孙县民留下好多好的政绩。30年前，我跟我们虎尾的立委林明义，还有古坑的立委廖福本，加上我三个人，那时候我是立委，要设一所大学放在嘉义，我们三个立委跑去找教育部部长。我们云林没有一所大学，云林县60多万人口，一所大学都没有哎，啊，教育部长叫做郭维范。他说：“你们希望怎么样？”我们三个立委说：“拜托，让云林县有一所大学，让我们孩子有机会在自己县里面读大学。”结果100亿的投资，就从嘉义搬到云林，设立了今天的云科大。谢谢各位土委的乡亲们，我不是来邀功的，我只要跟大家报告。张立善县长讲得很清楚，我们看林家宏这
这么多年来的问政，从代表会配合丁学忠镇长，居然在我们湖北首先用网络来服务，让我们湖北镇民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也看到嘉宏兄为了鼓励少子化，当了镇长之后，只要湖北镇再生，任何年轻的爸爸妈妈生小孩，他都要补助10000块。他的力量当了镇长并不是这么大，因为资源在县政府，但是县政府没有立法委也没有办法，因为最多的资源在中央。被嘉宏兄这么多年在湖北镇做代表会的主席，配合丁学忠他跟马秋东跨舞，对人客客气气笑眯眯，服务认真踏实，从二轮到湖北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为什么今年湖北镇拨算这么重要？因为湖北镇高科技园区即将设立。亲爱的湖北乡亲啊，你哪以为我们搞你就知道，50年前台湾没有外销，没有工业产品，没有高科技，我们一轮船的香蕉，我们香蕉外销一轮船香蕉换日本2-3台电视机、2-3台洗衣机回来，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制造科技产品。现在我们有了高科技，大家都知道哦，广达啊、台积电、鸿海，现在我们一个飞机出去的晶片可以换几十亿的美金回来，这就是高科技的重量。所以我们张立山县长、张家俊委员、丁学忠都看到了，云林要脱胎换骨，要脱离贫穷，除了农业、渔业、畜牧业之外，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高科技。所以张立山县长跟立法委员一起争取，这几位立委，我们把整个未来湖北这里中科园区要扩大。亲爱的湖北乡亲，这个时候镇长有多重要你知道吗？他全力配合县政府，把高科技园区所有的环境做好，商人、企业家自己会去赚钱，你没烦恼。但是企业家跟商人要拜托地方政府把配套做好，路通、水通、电通、网路通全部都要搞好。那些股票上市公司的也讨他必然跳，他们自己会去接订单，自己会去赚钱。但是一个友善的政府，一个对这些企业界非常良好的政府，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把一切的希望放在嘉宏的身上，我们希望嘉宏这次大家爱护他，给他这个机会，选上之后除了照顾好湖北70000多乡亲之外，一定要把眼睛跟脑袋都打开，要知道湖北跟云林未来的发展。武侠小说啊，有少林寺，有武当派，武当派是后发优势，所以云林现在是武当。过去新竹发展高科技园区，现在苗栗也在冲，桃园也在冲，但是云林县的条件100%有后发优势。完整的土地，我们有高铁，有交通，我们有大，我们有台大医院、湖北跟斗六分院，我们也有双语教育，我们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等高科技厂商进驻云林，我们等高科技厂商进驻湖北。亲爱的乡亲，亲爱的湖北好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把选票全力集中支持我们嘉宏。看嘉宏过去的表现，让我信心未来绝对是一个较好的定定。也要全力支持我们丁学忠、张家俊跟徐玉珍，让他们在立法院讲话有力量。高铁增班，你打开这口题我都忘了，为什么每一班高铁到的云林那么多乡亲，为什么不多开几班？现在张家俊跟丁学忠啊，强力要求湖北高铁马上就要增班，大家一点一滴，像串一串珍珠一样，一颗一颗一颗，把它闪亮的串起来。未来的湖北，未来的云林，一定会越来越好。就让我们全力支持嘉宏吧！好，非常报告了，云林立委正。
总是立法院院长，我全力一起做林佳宏的后盾，让我们湖北大发展，好不好？好，院长林佳宏，湖北一定红，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感谢南美一人一六韩国一协结束赛，谢谢，感谢。好，那今天就这么邀请。各位晚刘大军请台上恭维好亲亲切的面男主共同的林佳宏镇长候选人好来领金帕北森馆学中委员徐玉珍委员包括我们的我们的主任委员包括我们的陈雄主委还有我们里长议会的林坤泉党还有我们的张维新议员我们的代理镇长吴秀仪包括我们的蔡武吉总干事还有我们许多的代表还有我们的里长各位支持佳宏的所有好朋友们来阿妈来贺关键的时刻真的非常需要你们每一位都当林佳宏的化身当他的分身因为剩下短短几天而已这短短的几天会决定我们湖北镇的未来各位乡亲时代少年朋友我们要让婚姻要让我们后面更加进步吗进步就要靠我们佳宏这次要选两条因为过去莲池里垦地里北溪里大家都觉得好像是在湖北之外好像没有很大的发展可是你们看到了当初争取高铁的时候大家也说那有可能会出来骗人的就高铁争取到了当初我们的立善县长在争取麦寮国际港的时候大家也说那骗笑的那有可能我们婚礼没开国际港我们的张立善县长也做到了当初要争取云林台大的时候大家也说怎么可能台大医院会来设在我们云林结果有没有这几样都化不可能为可能有所以大家都在想我们说我们争取台积电是骗人你是人小志气高腿短勤快跑一定会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要化不可能为可能大家说好不好红桃邓启公，我好拜托了大家哈，打起电话来，好，我们出名代表，还有在里外的我们这些，我们把它抠回来，这是我们湖北镇民大家共同齐心合力可以完成的一件事情。我再加一个不可能，当初大家也说丁学忠不可能会当选立委，结果他是不是也化不可能为可能？对，所以这一次。只是要林佳宏当选我们共同支持我们的张立善县长我们在我们韩国瑜院长的领导之下我们三席立委大家一起凝聚起来支持我们湖北镇的进步支持我们云林县的进步我们云林县绝对会脱离贫穷脱胎换骨拜托大家拜托大家好不好林佳宏他突然丁学忠委员公吼，哎，话了无气势吼，我来喊林佳宏，你们当选要画大声哦吼，把这个气势画出来，从今天回去吼，我们就要开始为林佳宏来拉票，林佳宏斗胜，林佳宏斗胜，林佳宏斗胜，佳宏佳宏佳宏斗胜斗胜斗胜。谢谢，感谢，咱的立法委员，咱的刘家军哈，过来，过来介绍，荣耀的湖北，我骄傲，咱的地方长，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咱主持人阿勇今仔阮立法院的龙头哦，阮韩国瑜院长，以及咱的上认真、上拍拼的馆长，咱张立山县长，我的学姐来。张家俊立委一个咱的维新议员咱秀仪镇长，咱农会总干事咱副干，以及咱的
因为讲咱的主委嘛是咱的代表吼，咱的领袖，啊，咱水阳兄，咱国民党党部主委，以及咱李长会长，咱昆山兄，现场坐坐咱代表李长，各位时代，大家好，大家好，好。会记得五年前学长第一届参选队长的时阵，我甲咱一挂时代讲，恁若有土地，绝对唔通卖。绝对唔通卖，两年后，恁想起偌济？起一倍无？有无？有无？有无？起一倍啊！这就是为着啥？学长迄阵啊参选镇长的时阵，为着咱好尾镇发展的一个信念，学长嘛要希望讲，咱好尾是咱全国罕见中心，咱要安那个串联社会。当选了后，学长直接找到咱张立生馆长来研究着咱这个芒果大道。即马芒果大道就是串联着咱选重要的一个引线，重要的区域，是上重要的区域，其实是伫倒，伫咱莲菜庄。五年后，我听民生咧讲，即马咱的土地起三倍了。我定定咧，互讲，你真正无代无钱，土地拢买袂起，厝拢买袂起，我甲伊印象，你知影？啊，我敢有买着呀？啊，无买着，我买厝。所以，感谢咱现场咱各位时代，大家从学长从院长以来，恁共同全力来。是配合着好尾进程发展的这个过程，我伫遮嘛要感谢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张立生馆长，对着学长担任镇长，所有咱好尾镇县政府的支持，支持医生运用无后顾之忧，唔则有法度，但短短五年，好尾用持续性一直发展，改进。高雄镇，大家咧形成，形成讲，啥来政府遐，是安那？我讲来讲，所以我伫遮嘛要甲咱各位时代报告，学长第二届镇长连任了后，我赶快积极写着计划，积极向着咱张立生馆长来争取经费。要对着我未来四年，咱好一定发展继续来推动。那会知影半年后学长就接受到任务，一年后学长就走去到中央啊。我嘛爱感谢咱各位是，咱都有伊去你个代表。人讲你训练到倒，我好话啦。因为好话，恁好话的人真正遐团结。我讲，阮好话就赢伊七两电的票。所以咱这次十一两电，咱才赢四两电。输七两电，啊，咱一个好话就赢伊七两电的票。谢谢。所以我相信咱各位时代有看到学长过去认真拍拼，其实我在认真拍拼当中。我有一个好的伴手，就是咱林家宏主席。好尾镇整个发展的过程，伊上了解。好尾镇整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林家宏伊嘛上了解。我当第二年上任了后，持续写着计划向咱县政府讨的经费，即马拢已经陆续到位。等怎啊咧减？咧等一个人尔。就是咧等一个，伊拢一直了解好尾发展的经过，伊嘛了解一直好尾一未来要发展的方向，伊嘛对好尾公所各科室的业务非常了解，一个好的镇长，就是林家宏，安对不对？对。所以我伫遮要拜，咱好尾镇的发展绝对袂使延误，咱好尾镇的发展。一定要继续，
过去学长的主管是干那张德先馆长俩，再来恁家宏的主管，甲院长呢，甲立法院长呢。所以林家宏我绝对有信心，伊一定做比丁学长较好，伊一定会予好话更加快速的进步。拜托大家四月十三全力支持林家宏哦！愿用上根去收着林的困扰。感谢大家，谢谢。来，我问你的第一个支持什么人？男主角的林家宏，在座有我们的韩瑜韩院长。院长先帮我把高铁伸出来慢一点，快些啊哈！让你一定会看这个高铁啊哈！在座有我们的张家俊委员，还有我们的张立正县长，以及我们的这个丁学忠立委，还有张维新我们的议员，以及我们的林家宏，以及在座有我们的胡伟正。你可以帮我请高铁慢一点，我也赶高铁。来，咱坐落来，咱坐落来哈，咱坐落来，坐落来，谢谢，感谢。好，咱一定会关注。谢谢。来，我想在座还有我们的张文新议员哈，我们的这个代理镇长吴秀仪，还有我们的范伟林干事，以及我们的陈主委，还有我们的副长的陈主委，还有我们的这个。哎呦，还有这本书啊！哦，请秀友在座下秀丹林家宏，及其林家宏各位同亲戚的，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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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宏，斗顺，林家宏，斗顺，林家宏，斗顺，高高高，斗顺，斗顺，斗顺。
去啊！感谢，非常感谢。其实不用来。明仔载咱交台中的记者会，哦，明仔载咱请交通部的处长落来，咱交通委员请交通部的处长落来，要来针对高铁这个后站的开发，要来现场讨论哦。感谢大家。好，今晚非常感谢台南所有台中的乡亲。来，老金，谢谢哈。来，阿兰田田，我准备来了嘛，八卦，欢迎来收听。啊，